无限回转的轨道，终将通向正义的未来。无限受罪队回转者登场！哈哈哈！如今世界陷入了危机，我们当然不能袖手旁观。没错，现在正是我们正义回转者登场的时刻。可是，看这情况，好像是真的陷入大危机了呀。没问题吗？红战士，据我所知，今天的任务是有特别津贴的，以防万一，提醒你一下。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帮你们一把了。上吧，无限寿司战队回转者，冲击！刚刚好像看到了一群奇怪的人。这边也顺利结束了，那么各位，下次有缘再会吧。无限回转的轨道终将通向正义的未来。无限寿司战队回转者退场。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